电子学习已经成为全球的大趋势。HKT Education 以 HKT 作为最强后盾，全力建造一站式电子学习方案，以科技配合教学法和理论，为师生提供创新的互动学习内容，为下一代带来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现在就等体验过 HKT Education 电子学习方案的校长和老师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香港推行电子学习其实都推了十年有多了，咁過去一路以嚟咧，都唔係好成功嘅原因咧，外於呢一個嘅電子網絡成日都唔係好穩定。而家HKT Education 能夠提供到呢一個咁穩定，個頻寬又足夠去應付到上課嘅需要嘅時候咧，咁變咗老師就唔需要再即係咁擔憂啲咁技術性嘅問題啦。他就可以真係專注響翻係自己個教學嘅專業方面咯，因為老師最強是那個教學意念設計的，所以老師不是用來去做程式的。當我們的教學意念出來之後，我們會將它跟 HKT Education 的同事談，喂，我們想這樣做，那他能夠就做到我的效果，做那個教件出來放在我們教學上面。所以我們老師就簡單了，即是我老師就是我擺我最強的東西，就是我教學意念，然後呢技術上面就由他去支援了。我們就請了 HKT Education 幫手，我們就將我們的意念、我們的想法、我們想要的東西話了給他們知，然後呢其實他們就幫我們就著我們的需要設計我們要的教學軟件，那這個呢就真是 school based 和 tailor made 了，那令到我們的教學呢就不是我們去做一些 apps 或者做一些軟件。傳統教學呢都不可以忽略的，因為他們也都要呢嘗試接觸不同的試藝物料啦，還有他們要親身製作去接觸不同的媒介，但是電子學習呢就可以在之前呢可以令學生呢先掌握個創作個技巧先，那令到他們在之後再真的用不同的媒介或者用不同的物料的時候呢，他們更加有信心。我們可以運用到那個電子器材、那個、多媒體的、那個、效能，我們以往就是譬如只是那個紙筆的一些工作，現在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可能影像、啊、聲音、啊、影像、啊、多元化去設計我們那個活動。 HKT Education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它針對教育局那個課程綱要大綱，其實它已經是設計了不同的教學的軟件和課材呢去給老師去選用，是真的幫到老師去節省很多時間去找有關的材料。老師呢在準備方面呢、那個 workload 呢就比起其他的一些的電子教學方案呢會相對會少了。HKT Education 已經準備好了，那我們只是做一個使用的情況。現在用了這個電子學習方案之後呢，由於它是跟個數學書它是完全是接軌的，那所以我們是它的裡面的可以用到裡面的教材，還有操控方面是相當之容易的。我們只是所有的按鈕其實已經在那個平板的頁面裡面呈現了出來的了，那老師其實只是需要很簡單地按幾個掣，那其實就可以將我們的教材去分發給學生。在今次設計數碼遊蹤這個課題的時候呢，先只是做一些簡單的工作，就是影低一些相啦，然後就會將題目放在個電子學習平台那裡，那相對以前來說是方便了很多。 HKT 這個的系統是令到我很impressive 成個人，點解可以同步得咁快嘅咧？我嘅教件係即刻可以傳送到俾啲小朋友，當中嗰一刻咧，真係令到我好即係覺得眼前一亮啊！哇，咁快嘅，咁嗰一刻鐘咧，我見到咧係完全可以達到我心目中嗰個期望啊！最重要一樣咧就係個即時回饋啦，咁樣，因為咧學生咧可以即時咧將自己課業咧傳送俾老師啦。咁老師咧即時可以接收到佢哋嗰個課業，就了解到佢學習情況啦，咁就可以俾到即時嘅回饋俾佢哋啦。因為有啲功能咧，其實都係可以即時去知道學生嘅譬如佢做一啲習作嘅一啲嘅答案，咁老師可以即時去睇到啊幾多學生已經做完咗啦，又或者係做得啱唔啱咧？咁佢又會知道。在裏面的時候它可以即時可以回饋到給同學錄音功能，這個我都覺得是非常好的。這個功能就幫到學生可以即時將他們創作的句子進行錄音，然後就可以作為一個同齊的分享，令到大家都可以聽回各同學的創作，其實直接就提升了他們的讀寫能力。今次我們用個電子學習方案，學生真的可以每個同學拿著一部平板電腦親身真的去製作
每個同學佢哋咧可以透過佢哋嘅創意嘅思考，拼湊到唔同嘅圖形。然之後咧，我哋利用咧嗰個系統，可以咧分享俾唔同嘅同學睇到，咁以至到刺激到唔同學生嘅思維。佢哋嘅優勢咧，我覺得係會令到師生嘅互動係會多咗嘅。咁頭先你見到我哋會係交流嘅時候都會對話都會多咗啦，同埋佢哋作答嘅時候嗰個表現我都即時睇得到嘅。今次睇翻佢哋用平板電腦裏邊，咁可能用嚟做一啲嘅練習啊、計算嘅時候咧，咁佢哋係會係投入咗好多咯。咁佢哋做嘅時候亦都係即係比之前係認真嘅。咁其實學生本身個能力都有一啲嘅差異嘅。咁我哋發覺咧喺課堂上邊咧，如果淨係單一適用即係學習平台上面嘅工具咧，其實係唔能夠滿足曬所有學生嘅。因為喺 HKT 嗰度平台上邊咧，可以俾老師有個空間咧去創建一啲題目嘅，咁啊更加能夠對應到唔同學生嘅能力需要咯。HKT Education 咧，佢入邊有個功能可以將我哋上堂嘅一啲嘅記錄咧，咁啊記錄喺雲端入邊。咁其實呢個功能非常之好啊。咁因為咧我哋老師咧翻到屋企啊，或者喺我哋嘅教員室，咁開翻電腦咧，其實已經可以睇翻頭先上堂嘅一啲學習記錄。譬如喺屋企做功課嘅時候用電子學習咧，咁如果有問題，大家會去翻嗰個平台上面，大家一齊會研究一下嘅，變咗大家個互動係多咗。因為其實老師的教學工作實在太忙了，所以我們是需要有一個好的合作夥伴，大家一起來到去協作，去設計到一些好的電子學習的教學內容。教育是投資未來，我們看到未來的社會、未來的發展，數碼化是一個必然的情況，電子學習就成為了我們教育一個很好的出路，去準備我們小朋友去發展我們的未來的香港和我們的社會。 HKT Education 的雲端學習系統儲存了大量由出版社和專業教材編輯撰寫的互動學習資料，配合 HKT 高速穩定的光纖到校寬頻和 WiFi 無線科技，師生可以流暢地進行互動學習。老師在課堂上可透過自動批改功能，即時知道學生的成績而作出回饋，因材施教。師生亦可走出課室以外學習，讓課堂更生動有趣。老師和家長更可透過數據分析和學習檔案，時刻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HKT Education 一站式電子學習方案，全面照顧學與教的不同需要。 HKT Education 更為老師提供專業培訓，並透過監察系統全天候監察方案的運作，日後學校遇到疑問，只要致電24小時客戶服務專線，就可得到全方位的支援。 HKT Education 知誠照顧每位老師的需要，令老師可以專注教學，完全無後顧之憂。想了解更多，可浏览网址 www.hktEducation.com 或致电2888-3632联络我们的顾问呢。